人呢？都走了，你这个没有骨头的马屁精！我打不死他，我捧死他！婶婶呐，你婶婶呢？问你呢。他不让我说。你爹呢？哥，吃药，吃了药就不难受了。我不吃药。大哥，听话，来，就吃一口。吴家他娘，吴家又管你叫婶婶。大哥，来来来，吃一口。我弟他老婆是谁？大哥，就吃一口，吃了就好了啊。哎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我弟，这是我弟，我弟他回来了，弟可回来了，他们老逼着我吃药。烧成这样，请大夫了吗？大夫说是先天不足，身上寒气太重，要用热药把寒气往外催。叔叔，还是我来吧。得病多久了？已经很久了。你天天忙，一直没注意过。婶婶又不让我告诉你。自打把你接到家来，就没好好照顾过。我对不起你们。叔叔，你不要自责。婶婶把什么都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爹说，婶婶就是我娘。哥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去打猎，快点好。我快点好。我又梦见咱爹了。还有你娘。他又背着个破篓子跪在门口不起来。那会儿你才那么高，才
才那么高。都是我的家人，别哭，我离不开你。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行吗？谁呀？那个在路上给我修车辕的男人呢？那个跟着我在小酒馆里赌博胡闹的男人呢？那个不怕社死也要娶齐官家小姐的男人呢？他上哪儿去了？说嫁给谁合适？谁呀？吴家。我一直觉得他还没有长大。我一直认为我身边的人没有改变过。我刚才见到了我哥和吴家，太知道残酷。跟你们相比，我太固执，太自私了。我20岁那年，跟我娘一起守夜的那个晚上，我娘说了：“谢谢你长那么大，我终于可以去和你爹过日子了。”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吴家，我已经告诉婶婶了，我不想嫁。提君视我如影如形，何以一去？君上起身了吗？还在床上。带我去见他。哎，燕大夫，家谷之会，君上吃了个哑巴亏，回来以后最宠爱的如夫人又死了，难受两天也是人之常情。一个死了的女人躲在床上不起来，这什么君上？良心，旗鼓要衰败了吗？燕大夫，放手。何以今日？君上，燕大夫拜。两绝。臣燕英拜见君上。滚。臣听说君上宠爱的如夫人死了，臣有个不情之请。滚。
陈幼师曾经在蓬莱得遇仙人，传授秘方，至今未用。看君上以泪洗面，伤心欲绝，臣愿意试一试把他救活。死去的人也可以医活？可以。寡人怎么不知道你懂神仙术啊？臣怎么敢欺骗君上？只不过成与不成不敢保证。需要寡人做什么？搭一个祭台，还是烧丹药什么的？哦，都不需要，只是需要君上回避，沐浴干净，进点饮食，住在通风的房间里。臣祭祀鬼神都是不洁之物，希望君上不要过问。叫几个武士进来，叫几个武士进来，连床带尸体统统搬走，到城外挖个坑埋了，给你们一个时辰，快。聂大夫，要不要跟君上说一声？你这个骗子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。君上，我当时想了不一定能治好，你不是也没说什么吗？要埋他，你要埋他，你要让我见最后一面。君上，我当时想了不一定能治好，你不是没说什么吗？君上，你不知道死了的人是不能再活吗？君上，君上，国君行正道，臣下听从他，叫做顺；国君行邪道，臣下也听从他，那叫做逆。君上将腐烂的尸体留在床上，国家的事务弃之不理。我如果顺从君上你的这种欲望，天下人都会嘲笑齐国的君臣，这是我不能做的事情。是寡人无能，甲骨之会满朝的大臣都在看寡人的笑话，祖宗夺回来的鲁国三城又被寡人给送了回去，以后我怎么向后代交代？如夫人也走了，寡人越想越觉得没意思。说来说去，还不是因为鲁国用了孔丘为相。其实，齐国的忧患没有君上想的那么严重。孔丘虽有管仲之才，可惜鲁王不是齐桓公那样的英主，季孙思好谋无断，终归担不起摄政大任。接着说，季孙思有个妹妹。听说自小养在闺中，倒也绝色。君上不妨将她娶了，也好了解思念如夫人之苦。这可不像你燕大夫的做法。结亲之事，至少可以向鲁国表明齐国有交好之意。
最近都听到什么消息了？我不敢说。说。百姓对君上自然万众拥戴。别说百姓说的，就说你听到的。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。外面有人猜燕大夫是不是吃了鲁国的好处，跟孔丘联手阻挠君上发兵灭鲁。还有人说甲骨峰会之时，燕大夫半夜里给孔丘送过齐国的军服，劝他带着鲁王逃走。什么？现在又让君上迎娶季孙思的妹妹，万一鲁国要是不答应，齐国的面子可就丢。你还真敢说。呱呱呱。小妹，谁让你不开心喽？哥，是不是齐国比鲁国强大，鲁国的女人都应该嫁到齐国去呢？听说齐王这个人不荒淫，也不乱来，用情很深。他的如夫人死了，尸体腐烂了还不让人掩埋。哥，我知道你为难，我也知道我嫁过去是为鲁国获得一点安宁，可这哪是嫁呀，明摆着就是做齐国的人质，有朝一日齐鲁交兵，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我吧。你好狠的心呐。现在街上六岁的孩子都知道仗是孔丘打的。哼，齐鲁盟约也是孔丘定的。你这个摄政大人只是枉当个虚名。你知道什么？鲁国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我身上了。喝醉了。你呀，记忆是过惯了，哪儿喝得了我们这些当兵的马尿酒啊？咱们这些酒啊，是子路将军犒赏的。我为你们跑装备，跑的腿都细了，还敢拿我取笑？有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明白，你说。这晋国比咱们鲁国强太多了，他这个千乘的车马卖给咱们，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啊。我对晋王说，晋国强，可是齐国更强，你们要是能帮我们做好装备，让我们成为齐国的后顾之忧，那岂不是比你们晋国单纯的自己练兵备战要省力的多吗？猜猜，真有钱啊！先生夸你外交第一，佩服佩服。人人能立功，能奉节，都是孔大夫的恩情。对，说点正经的，先生现在做了大司寇了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收编那三家贵族的家兵。季孙家还好说，这叔孙孟孙可都是难啃的骨头啊。还有那个邵真卯，我一看见他后脊梁骨就发凉，浑身不舒服啊。仲阳，忍着吧，先生都忍着了。啥？敢？他往新军伸伸手试试，我剁了他的爪子。哎哎，先生来了。先生，先生来了。先生，来喝碗酒。先生，喝酒。哎，咱谢孔大夫。嗨、哎。
把顶砸了！啊！把顶砸了！啊！哎！先生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！ 孔大夫，他们为何行如此大礼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我的弟子做错了事情，他们跪在门外，听候大人发落。先生何必要这样呢？子路冉有战功赫赫，子贡数次帮助鲁国渡过危机，他们是鲁国的恩臣，何错之有？你们知道错了吗？不知道。谁让你自己拿钱犒赏新军？ 新军的将士个个都是我挑出来的，行军打仗都像我的亲兄弟一样，我自己掏钱请他们喝酒，有什么错？新军是谁的军队？是你子路的？不是，是我孔丘的。你有什么资格犒赏新军？ 冉有你呢？弟子错了。 错在哪里？强不知以为之，错得更离谱。你是军队的大帐房，又是新军的将领，看到子路那么做，竟然一言不发，你应该提醒我，奏请君上，犒赏军队。 我知错了，错在失职。子贡呢？是子路把我拽过去的。我不知道这个酒钱是他自己出的。我听说你在魏国，看见有人落水，花钱悬赏，请人救的，有这事没有？ 哎呦！救落水之人，自当不让于人。救人者是仁义之人，难道会冲着你的几个臭钱去下水吗？以后落水之人都要盼着富翁子贡，正好经过岸边了。 今日得见夫子的威仪，连我都感到忐忑不安。教导无方，惭愧。我替他们求个情，让他们都起来吧。你们起来吧，起来。 一柄好剑，需要千锤百炼；一块好玉，需要仔细琢磨。哪有不骄就成才的道理？我最怕的是身处高位，忽略了对自己的约束，不止累及大人，也会让世人们嘲笑。冉有，明天你卸去新军职位吧，仍回季孙大人家里做家老。 子路，你也卸去新军的职务，回来跟我读书吧。先生，子贡，你把账目和装备交割了，就回来。先生，那新军怎么办？新军交给邵正卯，他是主管军队的大司马。先生，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先生，我没有罢黜师兄们的意思。 他们有功得不到奖赏，我于心不安。我知道季孙大人的处境艰难，过去鲁国没有可用之才，用孔门弟子已属不当，岂能贻误载物？新政是鲁国百姓的新政，推广出去人人受益，就算是给他们的奖赏吧。
你去转告君上，鲁国的国书到了。君上有令，鲁国的国书不看了，燕大夫看着自己处理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叫我自己看着处理？是君上娶季孙嗣的妹妹，又不是我娶。我去见君上。君上说了，他心情不好，什么时候想见燕大夫，自然派人到门上去请。我还懒得去呢。你转奏君上，燕英老了。这，燕大夫，天天惹君上生气，不如回家休息，彼此痛快。怎么，燕矮子不干了，摔帽子了？燕大夫把家里的猪都宰了，上街卖肉去了。把集市上的人都给我轰走，我看他卖给谁家。轰走！新宰的猪肉，足斤足两，哎，请大家光顾。卖肉的，卖肉的，卖肉的。连卖肉都不让我卖，滋味如何呀？参见君上。滋味如何呀？善。怎么讲？人与我银，我与人肉，一斤十六两，何其清楚也！美哉，美哉！小人丁色。哎，别人都到，你可拿了鲁国的好处啊！君上都这么说，就更禁止不了百姓说。娶季孙嗣的妹妹，以后就不好插手鲁国的事情，任由孔丘推行新政，
岂非养虎为患呢？鲁国可以弱，不可以乱，乱则惊扰齐国，弱可以做齐国的后背和粮仓。娶了季孙思的妹妹，可以巩固他的摄政地位。至于孔丘，君上从来不问，我也只好不讲。哼，孔丘为人以硬碰硬，玉石俱焚。像我这样临街为徒，他是做不出来的。季孙思是个庸碌之辈，他没有福气用这样的能臣。至于未来的变数，尚未可知，请君上静观。晏大夫，惭愧，一切就交由你处置吧。来人，帽子和剑给晏大夫送回府上。是。哎，君上，我倒想知道是谁在君上面前说我的闲话。就是他。就是你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小的不敢，就不敢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听说新军弄了1000辆战车和铠甲，都装备上了吗？都装备上了，只是还没有开始训练。通知所有新军今天开拔，到城城一带驻守。怎么会突然开拔？曲阜的防务怎么办？你就管好你自己的地，曲阜的防务我来管。是，叔孙大人的军队过来接管曲阜的防务。把所有武器装备分一半留下，你们督着，天黑之前新军撤走，把这片营给我烧了。是。孔丘还真行啊，训练的这支新军有模有样。过个一年半载的，把新军拖垮了，我夜里睡觉都差了。我现在想起来孔丘那一剑，这里就冷飕飕的。半年，我可等不了。子路师兄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书呆子，别烦我。先生让你今天和我一起读上书的大告篇，看先生回来你怎么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的事急得很，你懂什么呀？我说出来吓死你。那请你说出来吓我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邵正毛已经把新军调走了。曲阜郊区的军队全部是叔孙和孟孙的家兵，一旦形势有变化，先生连回旋的余地都没了。怎么叫没有回旋的余地？手里没兵，自然就没有余地了。先生做中都宰的时候，手里既无兵也无粮食，那时候也不觉得没有余地。现在做了鲁国的大司寇，反倒会局促难行了吗？书呆子，
公冶长，哎，你把子路、子贡、冉有给我叫进来。好的，先生，我在这儿呢。师母，他打我。孔鲤，娘，我也要做一件跟他一样的。好好好，别动。痒啊，娘。我出去了。哎，先生叫他们。学生想单独请教师母几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嗯。别走远啊。好。什么事啊？先生明天上朝的时候要提出平三缓的奏议。神神鬼鬼的，吓我一跳。朝中的事儿啊，我是从来不问的。这可不是小事儿，搞不好先生就有杀身之祸。先生要季孙家、叔孙家、孟孙家向国家交出私封的城池和领地，收缴三家的家兵，禁止把欠债还不起的农民转为家奴，已有的家奴全部解散。那又怎么样呢？天崩地裂呀！这句话我都听懂了，如何天崩地裂呢？先生的政治抱负我们都是极佩服的，可是这件事情未免太仓促了。新军已经被邵正某调走了。先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？季孙思要把自己的妹妹嫁到齐国去，这件事情也是瞒着先生的。我们只能尽力劝先生在局势没有稳定之前不要轻易奏本，也希望师母能对先生有所规劝。冉有啊，师母，先生还是让我去吧，新军还是会听我的命令的。子路，你是小人。先生，别人正提着刀找不着茬，咱们自己把脖子松上去。先生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和季孙大人谈过再上奏。齐国可以这样，那是因为他们有管仲那样的贤相，有桓公那样的英主。先生，你当我比不上管仲是？你等等，我们正在谈论平三环的事情，你先听听再说话。冉有，先生要把平三环的事情说出来，你说，季孙思要是听了，他会作何反应？这个，直讲。先生，封地和城池从周以来就有贵族统领，各自委派家臣管理。他们的收入也主要来自于此。至于说到家兵，向来都是国家征战，各家出兵都是鼓励。你也觉得我平三环的奏议不妥？操之过急。过去我们一起畅谈解救鲁国的为政之道时，你们不都是鼓掌赞同我的计划的吗？哎呀，过去我们不过是关起门来在屋里说说而已。端木赐你虚伪，难道我是坐在书斋里治国的吗？看到正确的事情不去做，看到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担忧自己的安危，这是为臣之道吗？说一套做一套。你们不是我的学生。先生，今天晚上我就把新军调回来，总得以防万一嘛。你们都是邵正卯的学生，不是我孔丘的。论人论事，不以是非，却以势力强弱。难道你们没有听说人世间有一种东西叫大义吗？先生啊，比干怀着大义去批评纣王，却被纣王开膛破肚，我们实在不愿看你有一点风险，这是我们做学生的私心，一点都不虚伪。不要有私心。好，好啊，你们都合力让我和别人同流合污，就算你们都离开我，这个奏议我也会上。出去。这是齐国燕大夫派使者刚刚送来的。
齐王愿意迎你为后，这一次答复就算正式国书了。这件事情你和孔丘商量过吗？没有。你既然定下来，何必问我？我身边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，可能我真的不像父亲一样杀伐果断。要问我的愿望，我宁可在孔门里读书弹琴，也不愿受这种压力。现在我更想知道你的愿望。你和孔丘推行新政，和两个叔叔为敌，我不是不知道。你自己长吁短叹，半夜绕着院子散步，我也不是没看见。只可惜我不是男人。你自己要拿定主意，孔丘若是一步不退，你就把他驱逐出鲁国；不然，你就囚禁这两个老叔叔。什么都不做，只顾讨他人欢心，大祸就不远了。昨天你在哪里？